我们整个戏出来的那种真实感真的会比较贴身的那种感觉。走啊，好多动作，好多爆炸场面，比一级还有震撼。列车上面有炸弹，玩炸弹玩到咁激，第一次啦。炸弹有好多唔同嘅类型，有好简单到到好复杂都有。咁嘅炸弹其实系参照真系有发生过嘅炸弹而做出嚟嘅。我哋放嘅炸弹嗰个威力都系强大咗好多嘅。好多爆炸都可以喺实景里边产生嘅，时间系多咗嘅，咁但系就真实。好，入去啦。好，你。好，有冇事？戴维·卡尔基，世界上最小的核弹之一，不只是炸火箭，还计划炸掉整个机场的核心基建。会谂多啲系讲嗰个摆个炸弹嗰个局面，嗰个困难入去拆嗰个炸弹本身嗰个环境已经系好困难啦。好大型啊，几复杂嘅一个行动。立刻疏散所有人，离开 IFC 范围。嗰个场面好混乱，我哋首次系咁无助。有地分散去停车场找炸弹。是。啊，一车车炸弹推过去的时候，那种震撼。地铁香港站有人开枪。第一次喺港铁里边。咁樣肆無忌憚，都真係幾有型。拜拜拜拜，開燈開燈，慢慢慢慢。唔係咁樣，而且俾人拍。呢度咧全部都係新嘅，你盡量都唔好掂到呢啲掣。咁啊，都係淨係有限時間。肉緊啲，有少少時間翻。主要係人多啊！好啦，排陣啦，排陣啦！我哋要製造混亂，只可能往呢邊走嘅，向嗰邊走翻。導演好犀利啊！好短嘅時間，場面係拍得好豐富。咁為咗電影上嗰個效果咧，我哋就會設計好多畫面上高嗰個衝擊會好大。各單位注意，立刻啟動 CBRN 事件應變程序。它一定會讓你從頭到尾都很緊張，憋了一口氣。連鎖反應會造成區域性氣爆大災難。有沒有別的辦法？沒辦法，一環扣一環。裝備脫下給阿峰。準備。危險！你試下唔去睇啊嗱。